好，他其实就在把我刚那个阶梯把它呈现出来。好，我就把它稍微带过。93年，行政院实施一个叫行政院暨所属各机关组织及员额精简计划，政府员额精简开始了。98年通过政府政策纲领，政府全面精简的开端。它里面就提到说，小而能的政府，内容包括组织再造、人力及服务再造及法制再造三大部分，而人力及服务再造包括了增进用人弹性。再来，98年政府采购法公布了，好，政府派遣外包合法化，应该说禁用派遣外包合法化。好，这边就讲了，该法规定，本法所称采购，指工程师定做、财务之买受、定制承租及劳务之委任及或雇佣等。好，劳务采购合法化，借此降低人事费用，增加业务费。好，增加业务费，好，就是来取代人事费。透过劳务采购，政府机关可以劳务外包、人力派遣或自然人承揽等方式进行。好，什么叫自然人承揽？自然承揽是非常恶劣的东西。好，就是本来这个人帮你做事情就是你的劳工，你就要负担雇主责任。那自然人承揽是什么？我就把这件事情包给你做，你就是你自己的雇主，叫自然人承揽。2001年呢，这东西有了以后，劳务外包采购这都有了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是，2001年开始制定聘雇裁减执行原则，限制约聘雇扩张了。反正我有一个更厉害的，我不用直接雇用，我可以间接雇用的。那你这些非典人员也不见得有用了。好，所以开始在限制。所以一开始我们都只看到一个面，哇，为什么他人员限制？难道政府变好吗？后来才慢慢回溯的时候，不是，是因为有更可怕的东西出现。2001年呢，一样有一个叫做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推动业务委托民间办理实施要点，给予政府委外具体依据。好，2002年呢，组织改造推动委员会通过一个叫机关业务检讨原则，缩减政府业务范围。这边又提到几个重要的观念。好，组织改造推动委员会定出组织改造四项原则，第一个叫去任务化，一级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第二个叫地方化，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怎么搞随便你了。好，第三个叫法人化，你就想像这个东西就跟当时的国营事业民营化，什么国营事业不叫民营化，公司化，而且还不叫做民营化，更没有民营化，叫私有化嘛，公司化、民营化、私有化，什么国际化，类似这种东西乱七八糟的。那他要把政府慢慢的去任务化、地方化、法人化，另外委外办理，委外办理还算 OK 的，基本上你还有个这样责任嘛，去任务化是最可怕的。哦，一指此项业务应自国家业务中予以排除。好，这是在当时2002年就在谈的组织改造推动委员会。OK， 再来2002年呢，再来就是为了要我不断瘦身，这个瘦身还不止人力瘦身哦，是整个政府的业务都在瘦身。那后来他就用一个在不断的，好，那人力必须也要更弹性化，所以他有个政府人力运用弹性化计划。哦，在政府改造委员会里面有个这样的子计划，政府雇用弹性化。哦 ，OK。契约性劳动力哈，这越来越多了。2008年哦，跳到2008年了。我们刚不是看到一个叫做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学校临时员禁用及运用的要点，不是代表说2008年才有这种临时人员，而是2008年才把临时员纳入为劳工。而这个东西最有趣的是，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你要用临时人员之前，你必须要来看你的外包和业务简化做的状况怎么样。你除非你外包已经做到极致了，除非你业务简化已经无法再做简化了，你还需要临时人员的时候，你才能用临时人员。OK， 所以你在2008年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就是刚刚讲嘛，约聘雇2001年，你看国道收费的历史就是2002年的时候，不是约雇人员一转站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泰山被调到哪一个地方去的话，哦，那我就会变成是约用人员，就是临时人员。这是2001、02年发生的事情，但2008年呢，把临时人员纳入为这个所谓的劳基法的劳工了以后，他后来在做一件事情是，你要用临时人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外包，你必须外包做到极致了，你必须把业务简化到极致以后，你还有人力需求，你才能用临时人员。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OK， 这是2008年，2008年的一样哦。再来讲什么？这个主决议里面临时人员又受到限制，好。这边讲什么临时员不得常固化，所以你看到片面看到都觉得哇很进步啊，临时员怎么可以常固化呢，或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整个政府其实是在往下走的，因为他早就有更厉害的东西。哦，2010年公务人员和约聘雇都受到限制，哦，这都是延续过去的。2010年连派遣都受到限制了。
派遣受到限制，当然我们讲反派遣，公务部门里面不应该有派遣工。国道收费员讲，公务部门里面不应该有约聘雇，甚至讲也不应该让临时员只是临时员，他应该常固化，这些都是进步的。好，但是问题是他也可以同意，但问题是说整个追本溯源是他要把政府不断的缩减掉，直接雇用做完了以后，刚讲嘛，正式的变成非正式，非正式才是直接雇用啊，就变成间接雇用，间接雇用真的。他还喜欢，对你还是可以把他杀掉，为什么呢？你直接把他去任务化，先离开了。好，拜拜拜拜。八点博弈就说晚安了，让我觉得好。刚说2008年，然后讲你说那个外包要外包到极致才会聘再聘。对，我来给你看那个。所以国道收费员有外包的业务吗？没有，你想是2010年了。他没有，应该没有外包业务。好，那是2010年讲说，不是2008年了。好，那是2000，来跳一下，这是2008年这个要点嘛。外包到极致了以后，然后他才能够用临时人员嘛，这是文上面写的啦，这是法条上面写的。但是那些国道收费员基本上是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被用成是临时人员。对，好，那你说2008年之后还有没有新雇的国道收费员？应该也有，但是他为什么还是临时人员呢？因为他还是有一些业务性质，他不适合外包。对，那可能以国道来讲，他也不这么适合外包，他也没办法就是业务简化。业务已经够简化，就收票啊，对，好，那所以就是满足以上条件才能够用临时人员，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进步嘛，或者就是限制临时人员，限制约聘雇，然后甚至2010年限制外包，限制派遣，好，那你当然从切面来看都看起来还不错，很进步，但实际上整个下来的话，其实就是虚人化，好，所以整个后来我们观察到是这个问题，是这样不断下降。正式变非正式，非正式变间接雇用，间接雇用呢，然后到最后整个都不用雇用，就更不用做这件事情。这样，好，结论就是，国道收费员现在还是在努力为了最简单的诉求就是年资。好，他在一个切面里面就是他至少让这一个环节，好，就是让这些约用约聘雇的人不要这么廉价，可以这样被使用。那先把这一道墙堵住，把这道墙堵住，然后让他们至少能够符合劳基法，劳动条件是可以跟一般劳工是一样的，好，至少在退休之前的保障上面这样子，好，那当然在更大的方向来讲的话，其实是整个就不只是国道收费，是其实整个公斗其实像什么年金、长照、约聘雇，其实它整个串联起来是政府的角色要不要提升。政府角色提升，那就涉及到什么？涉及到税收，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人力。好，税收增加，重分配的性质增加了，人力增加了。好，人力怎么增加？是透过一个正式化的评估，而正式化评估不见得是要正式公务人员，正式劳工就好了。好，因为文官系统适不适合这么庞大，也不一定适合。但政府应该扩充评估，它才能够提供完整的工化服务，所以在文官系统之外的，其实就是用一般劳工身份去进行评估，而不是用一种剥削压榨式的方式。好，所以公斗整个来讲是国家在年金和长照这种老人照顾或是社会服社会的怎么讲社会服务工化服务的角色提升，那它就必须要钱的提升。好，钱就是税收，人的提升就是聘雇提升，但现在这个趋势是聘雇不断下降，甚至到最后不用聘雇。对 ，OK， 所以那收费员呢是在这个城市上面，哦，是在这个城市上面说我们要怎么讲，不能用这么让我们变这么廉价这样子。好，所以一叶知秋嘛，就是从一个国道收费员案，其实可以看到说整个政府它的一个趋势。所以不只要反派遣，反对政府以派遣的方式，也不只要反对政府用委外的方式。也不只要反对政府用约聘雇方式，其实到最后，其实真的要反对的是，政府不应该缩小，政府应该扩大它的职能，好，然后扩大评估，对，好，那派遣就是外包吗？派遣跟外包不一样，对，外包是承揽嘛，好，我把它包给你，比如说我是政府，我刚讲清洁工，我就包给一家公司，叫做中祥清洁公司，我外包给中祥清洁公司来做，好，这叫外包。那另外一个是。我中祥又开了一家派遣公司，
我跟中翔派遣公司要了三个人来我这边扫地，这叫派遣。那这三个人谁雇的？都一样是中翔雇的。中翔可能有外包公司或是什么，或是有那个，或是有那个派遣公司，差别在哪边？差别在于说，这三个来扫地的人受不受我的管理监督？派遣的话就受我的管理监督，我叫你扫哪边扫哪边。那外包不是，外包是我把这个扫地这个责任外包给你这个中翔管理公，中翔清洁公司。那中翔清洁公司的他的头就自然会看这三个人扫的怎么样，所以中翔清洁公司的主管就会来监督这三个人。对，好，那但是怎么讲，政府就很会怎么讲，就看哪边便宜嘛，哪边好用嘛。他觉得派遣好用，因为他可以直接指挥监督，他就用派遣。他如果觉得说啊，干脆这个东西就给你用，我根本不用来超凡这件事情，就直接用外包。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本来那些三个扫地的本来是他的职工，对，好，那他就会变这个样子。然后他哪一天他觉得啊，地也不用扫了，那就是三个人那个外包也不用外包了，派遣也不用派遣了，好，地就那样嘛，好，那这样业务简化嘛，好，类似这样子，嗯。是收费员喊废除约聘部的话，那不就？只喊废除约聘簿的话就不够嘛？对，嗯，没错啊，你从那个系统看一下，废除约聘簿就绝对不够，对啊，所以我刚刚讲了，废除约聘簿基本上是在挡这一道墙嘛，就是不要让他用这种廉价的非正式员工啊替代掉正式员工。应该是先改善约聘簿的那个劳动条件嘛。毛病面试，对对对，所以我刚刚讲废除约聘簿，它的核心意涵基本上是说，所谓的约聘簿就是一年一聘，哦，然后没有年资计算。没有劳基法保障，那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要承认他的年资，好，他也不是一年一聘的，他根本不是一年一聘，他不是临时性的人员，好，然后要和劳基法保障，好，那所以他的废除约聘簿基本上是废除过去绑在约聘簿身上的这种一年一签没有年资的问题，